为卜先知为上帝改变命运，靠耶稣。欢迎收看《先知的》故事。来,來，咱继续来讲伊丽莎的故事。即个学生接到伊的老师，安尼接班放学了呢？伊甲老师对金条啦吼、喔，啊伊甲老师讲讲，诶、欸，老师啊，啊，你有啥咪款物件？你要教我，你都要认真教。即个时阵，即个老师傅呢？诶、欸，有一个瀑布。 即个来说，讲要学功夫，加简单，嗯，要学功夫，你个表现、表现出你个态度呢？我这皮薄薄,薄，随便教呢？我能力未当随便传呢？呢，传了歹人袂安怎？我就想起讲，咱以前吼、哦，若咧学师爷的人有无？一开始个时阵，拢扫土、擦饼、粪扫，吼、哦、拢做即落粗当个呢？做甲人这老师吼，迄师傅感觉讲，嗯，你这囡仔有诚意，嗯，未歹，即个你。

你有认真对得对啦，你若拢对有着路，安尼，上帝诶能力就会当啉到你。安尼对有着啊，所以即句话著是咧代表讲，咱一个人对信仰诶态度啦，爱认真啊，毋是讲想要得到超能力，我唔要像阮老叔遮猴，伊倒落诶，尔讲毋落雨都毋落雨，讲落雨都落雨，好即、哦、种能力逐个嘛拢足羡慕呢。 伊尔沙就想讲，啊，我嘛足爱这個，但是即个老师即马出一个难题啦，讲你着爱吼，会堪要食苦，哎，对哦，安安安，啊，啊爱专心对，你若小可无注意吼，上帝随时转将即个老师转带走去，啊，你拢毋知影，啊，所以即个学生对真条对真条，啊，原来咧，因要行过一条溪，竟然安尼一个动作了吼，迄、哦、水吼、哦、全。 分开啊！分开了，后，这老师带这学生两个人，对这个河中安尼一步一步一步安尼，甲伊行过去啊。所以这段剧情呢，迄就是表示这学生想起因的祖先，都、就是这个先帝嘛。第一集边先帝哦，大家知样吼、哦，想出名的第一集边先帝都是摩西嘛啊。我讲上出名的啦吼，那、哦、边想高宰啊，那是阿贝拉汉啦。哦，但是那边讲。 想出名，第一种身体标准的身体就是摩西嘛。啊，摩西行真侪事业，其中一个足出名的一个事业，就是红海分开嘛。当年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红海分开，啊，这以色列的大军，大家对海中安尼行过吼。所以当伊利亚，要将伊的能力，通过伊的学生的身呢，伊就再一摆互伊学生去体会。 古早古早，传说中迄、那个过红海，迄毋是故事，迄、那個、是有影个。我绝对相信，当即个伊丽莎伊咧行即个河底的时，阵，行过的时，阵，一定伊个脑中会浮起讲：哦，原来当年迄摩西伫头前带领大家过红海，都、就是敢若像我即马对阮老师咧行即条河，都、就是即种滋味，啊，都是即种感觉。 但是佫较要紧，这也是一个使命。要好，这个学生伊丽莎伊体会到讲，原来这里是上帝赋予一个使命。咱做一名先知啦吼、哦，咱有一个使命感，到了亲像讲，咱若真正要甲人接一个广告，咱若要代言一个产品，咱是毋是足认真？掏一个即个产品也真正好吼、哦。啊，过来第二日咱是足五万讲，所有用到即个产品的人。 拢得着即个效果，你要有即种热情啦，还要有即种使命感嘛，对无？哦，你若讲叫我老三来代言一个这个诶，喷、欸、落头毛会发出来有啊、哦？哦，如果啦，哦，若有人叫我代言即个时阵，我当然就唔盲讲所有只为着头毛足少烦恼的人，用即个产品以后头毛全拢发出来安尼，一定要有即个热情嘛。所以伊利亚嘛，是啊，伊里沙讲，啊，你要接我来帮。 免天，当他想要伫舞台顶表演了呢，你要有一个热情，什物热情？何尝像摩西当年大领以色列人哦，过红海，迄种诶热情，迄你还有啦，迄种诶使命感啦，迄种诶责任感啦，吼，迄你还有啦。啊，有通过无通过啊，啊，有通过哦。谁人讲有通过呢？因为等后来上帝将即、這个伊利亚全接走哦。 即圣经内底足特殊的一段的记载，上帝将伊接走时候呢，伊里沙看到一般人看袂到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呢，上帝将即个伊里亚吼怎接伊啊呢？像坐电梯安尼你知哦？怎上天啦？怎上天啦？所以呢，迄阵即个生对你后壁，跟他一起名啊，跟他一起的人，有看了即个画面呀，好惊人个画面，迄阵我阿兄讲。 啊，毋通离开我，我毋甘啦！伊讲，我的老师啊，讲你是以色列人诶，战车啦，吼、哦，民主诶战车。有无？哈、哦，那就讲民主战车，民主战车要选举人，我人用即个口号，吼。伊丽莎都讲，那我老师伊里啊，迄著是讲以色列人属练诶战车，火车会未？哦，即、啊、个列人嘅能、哦这个、力敢若火共款，因为伫加密山之战。 就是天顶降火落来烧掉因所抬只羊啊，迄只牛嘛，啊，所以伊讲这是阮犹太人，阮以色列人诶战车。哦。所以咱着看着讲，迄阵等于、這個、一个上帝将伊接走时，一个伊撒就讲啊，讲这是阮以色列人挂头牌带领阮们的前进哦。伟大怎么样？老师，即、這个老师即么已经离开阮去啊，即个即个古约内底。 有两个人，加新皮的经布，一个叫做摩西，一个就是叫做伊利亚。这两个人安怎特殊你知道，这两名的身体呢，是因死亡的时阵，拢是一个白啦。你知哦。摩西死的时阵呢，大概揣无，唔知喺里死里底，无人知道。啊啊，伊利亚呢？ 死诶时阵呢，毋是像咱一般的人，啊，逐个家该做告别式，伊怎离开世界？毋是，圣经记载，伊要离开呢，是上帝将伊接走，啊，上帝将伊接上天啦、啊。迄条亲像耶稣，落尾对死诶讲活，为着要证明伊就是神派来世间，所以伫众人诶面头前，耶稣互天使甲接去天顶。 啊！怎一个人船离开即个世间，像坐电梯安尼，全起个天顶上天啦、啊！做即三个人，规本圣经内底是伫咱来当讲人类历史中间，著是即三个人，啊，最特殊诶三个人，一个摩西，一个伊利亚，一个耶稣啊！谁啊，摩西、伊利亚即两个人伫孤狱，谁安尼死亡，正做足特殊诶一个形式呢？答案也真简单。 因为落尾伫新六的时阵，耶稣要顶十二个的时阵，耶稣一摆去山顶，带学生去山顶。竟然耶稣的学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伫山顶看到什么人？看到摩西甲以利亚，啊，即两个毋是死去啊，啊，即两都已经死去啊，哪会还佫出现在人间呢？啊，即、這个原因就是呢，伫旧约，即两个人啊，死诶时阵好惨像。 上帝叫先人先边啊休困，咱叫是讲，伊两个已经搬了，已经落台去啊。上帝讲，恁小眯一下，哦，恁当边啊先休喘，恁最后恁搬戏的时阵，又搁直播，恁还搁上台一下。所以两个历史中间全消失无去啊，迄度咱讲死去啊嘛吼，但是敢若一般人死无共款，即两个人的死是足特殊的状况，迄是暂时眯起来尔。 暂时温顿得对啦。等到耶稣的时代时哦，上帝叫两个人，好啦，你两个一旦出面啊，都、就是这两圣摩西、以利亚，因怎啊？甲耶稣伫山顶来讨论十二个救恩，这个上帝巨大的计划啦。所以这里才要解释，安怎以利亚死的时阵，甲咱一般正常人死法无共法，因为伊的死命吼也袂了，伊的戏吼半也袂煞。 到新约，经过千年了后啊，上帝讲利亚哥出来一拜，所以因专哥出来一拜，哦，这个是一个正经来的，足处于一个美格啊嘞。不啦，总共一句呢，上帝专将以利亚接走，啊，所以呢，以利亚接走了呢，就留下伊的学生，哦、叫做以利沙，吼、哦，留下伊呢，继续来做工贵。啊，这个人敢不像伊老师遮敖？我跟你讲，佫较敖。 因为即个人伊有讲一句足出名的话，啊！当老师，我问讲啊，你讲，我真正有认真要接帮，伊讲一句话嘛？伊讲，但愿你哋感动你个脸，加倍啦！感动我，而、哦、即句话真要紧，可见即个学生足有志气。即学生讲，我毋是要甲你变咬鸟，毋是？我是一个比你更较咬，但是毋是要迄明我家己是因为我知影我无你会咬。 我比你较含万，所以我係食双倍啦。你食一份，我係食两份啦。所以讲求上帝拜托迄个感动阮老師的靈，我学生含慢，感动阮老師的靈。上帝能力拜托爱双分打補哦，加倍感动我，我係当为上帝做工。哦，即句话使人真感动。這是一个人一种服侍嘅热情啦。讲我我真正做呢真別做，求上帝你加倍来使用我，我愿意。 啊！结果真正上帝就来使用伊，因为呢，有一摆呢，伊一个新学生来底呢，有一个人互、喔、过身去，因某总来找伊哩，沙讲啊，即马要安怎啦？啊，阮人死去吼，啊，我当我较早拢靠伊，啊，即马拢无物件通食安尼。伊说讲来，恁哦、喔，去捡一挂大大细细、无共款会吃会当解油诶物件啦，看,看是要面汤啦，啊，是罐啊啦，拢会使。” 拢装起来，然后呢，你摕一罐油甲倒落，哦，我保证你倒袂了。所以咱即摆卫兵看着，就一个妈妈带囡仔，哦，啊，就摕足济足济即个空诶，会通，底油诶物件来，因将油倒落去，结果真正拢装倒袂了，用安尼，若要油袂掉，哦，真做因诶生活费。所以你看，个人即个有对着老师诶伊丽莎。 个人已开始有伊能力，但是毋是安尼呢？哦，以后更加精彩的故事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。